干医师，怎样才算是完整的静脉曲张微创治疗？严重的腿部静脉曲张，想要得到满意的微创治疗结果，避免将来复发，需要完整的治疗方案。三步并没有。第一步，血管超音波检查加上静脉闭合手术，可以选择雷射闭合或胶水闭合。第二步，显微摘除手术，将异常凸起的局部静脉瘤以针孔的方式完全清除，避免将来复发。Oh no！ 第三步，硬化剂注射，将异常增生的蓝色网状静脉和穿通静脉注射关闭，不但增加美观，更能避免复发。除此之外，每年的定期门诊追踪，适时的硬化剂注射治疗，才能确保没有复发。治疗后弹性袜要穿多久？下面影片告诉您。关注福康，越来越健康。